终于抵达。好像还没有很多人，还不是很忙。这里就是我工作的地方，它就在 Park Hyatt 里面。然后我工作的地方呢叫做 Niseko Sports， 我们有做 rental 跟 retail， 所以这边大家可以看到，就是雪场就是你一定要有你自己的雪镜之外，平常走动的时候你会需要一个墨镜。现在我身上戴的这个墨镜是一个 Vite 的眼镜，是男朋友送的。现在在 Rhythm 这里，然后我在等待 Hokkaido Wilds， 就是一个我追踪很久的网站作者群，他们要来这边发送他们制作的地图。那如果你很喜欢户外运动，然后又很想要到北海道玩的话，一定要追踪他们的网站。在大家可能会听到背景有非常多的吵杂音，那没关系，让我先做一个魔法 Noise Eraser。智能降噪的一个软体，现在很多人他们都会用手机去做编辑的话，你也可以透过 APP， 他们也可以用 APP 下载，所以呢是不是非常的方便啊？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去帮你的影音做后置。那如果你在 APP 里面呢去输入这个优惠码 TWDEBUT2022， 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个专业版呢再延长变成30天。这集看完之后，不知道大家对于我的日本北海道生活有什么样子的想法呢？也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哦。